想在本拿比颇具声望的政府路社区拥有一栋现代住宅精品吗？属于您的机会来了。本豪宅外观采用花岗岩石材和雪松木材，线条大胆，风格现代。内部与外观设计风格一致，长度超过2米的电子壁炉是目前市场最大尺寸，令人过目不忘。挑高空间与大型窗户的结合布局，使整个空间宽敞气派，特别适合您举办各种家宴及聚会。从正餐厅打开折叠门，带顶棚的露台别有情趣。专业厨房配有真正的凯撒金石台面、艺术玻璃挡板、高端品牌赛梅托电器、高级定制的中央餐吧，还有一间宽敞的独立厨房，方便您烹制中餐。走几步来到夹层，这里设有高级卫生间、独立休息室，推开法式大门直通私人露台。来到楼上，您温馨舒适的主卧室，天花板造型独特，卧室配有步入式衣帽间及私人卫生间，卫生间精致豪华，配有双人洗手池、高级浴缸和淋浴间。在这一层还有另外三间卧室，每一间都带有私人卫生间，其中一间还有私人阳台。来到地下室，这里有媒体影音室、带水吧的开放式娱乐区以及一个独立套间。本豪宅内设有索诺斯综合音响系统和地暖系统，并拥有双车库，为您创造高品质生活。本物业距离洛希德购物中心和布伦特伍德商城都很近，方便您购物休闲及外出就餐。从本物业可以方便地到达本拿比山、地平线餐厅、巴尼特海滨公园、 SFU 西门飞沙大学。想运动健身，您可以沿本拿比湖或鹿湖散步，或到比尔科普兰运动中心打网球，还可以去八号溜冰场参与冰上运动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本物业的信息，或者您想亲自体验看房，请您联系 Phil 或 Doris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您点赞、订阅或与好友分享。